变得更好的，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。好，当然这位现场的这个韩帅哥，大力让你的掌声好吗？最后今天呢，这个我们的杨助人三星狮队举着铁啦啦队，他派了相当厉害的啦啦队来，有什么话要跟我们两队的啦啦队，还有我们现场的啦啦队的来有没有？谢谢非常韩国队。相信他们。